主的脑袋和辫子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拼音啊。张大嘴巴，啊啊啊啊，站中格，先写左半圆，再写竖右弯，两笔写成啊啊，有四个声调，分别念啊啊啊啊啊，汽车直走，啊啊啊啊，汽车上山，啊啊啊啊，汽车下山再上山，啊啊啊啊，汽车下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太阳的形状就像拼音哦，太阳出来公鸡叫，嘴巴圆圆，哦哦哦哦，站中格，从左上几笔写成一个圆，一笔写成哦哦哦哦的四个声调，分别念哦哦哦哦哦，公鸡直走，哦哦哦哦，公鸡上山，哦哦哦哦，公鸡下山再上山，哦哦哦哦，公鸡下山，哦哦哦哦哦哦哦，白鹅的倒影就像拼音呃，白鹅倒影呃呃呃呃，站中格，从里面起笔，先写一横短，再写半圆，一笔写成呃呃呃呃的四个声调，分别念呃呃呃呃呃，白鹅直游，呃呃呃呃，白鹅向上游，鹅鹅鹅鹅，白鹅下游再上游，鹅鹅鹅鹅，白鹅下游，鹅鹅鹅鹅鹅鹅鹅，啊哦呃，是三个单韵母，要写在四线三格的中间，发音分别是啊哦呃。小朋友，你们记住了吗？漂亮衣服，一一一一，站中上格，先在中格写一竖，再在上格加上一点，两笔写成一一的四个声调，分别念一一
乙、亦。不过，给一标声调的时候，要把上面的点去掉。一、乙、乙、亦。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把衣服吹得在晾衣绳上滑来滑去。一、衣服直走。一、一、一、咦，衣服上滑。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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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下滑，再上滑。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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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下滑。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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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咦咦，乌鸦搭巢，呜呜呜呜，站中格，先写竖右弯，再写竖，两笔写成呜呜的四个声调分别念呜呜。五，五，乌鸦饿极了，它想要抢走士兵手中的面包。呜，乌鸦直飞。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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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鸦上飞。呜，呜，呜，呜。乌鸦下飞，再上飞。五，五，五，五。乌鸦下飞。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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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鱼跃水面。鱼。住哦，在念吁的时候，嘴巴要翘得圆圆的。吁，站中上格，先在中格写乌，再在乌字头上点两点，四笔写成。吁的四个声调分别念吁、吁、吁、吁。公主的珠子不小心掉进水池了，鱼儿想要帮公主把珠子捡起来。鱼，鱼儿直游。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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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儿上游。鱼，鱼，鱼。鱼，鱼儿下游再上游。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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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儿下游。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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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一乌鱼是三个单韵母，其中乌要写在四线三格的中间，而一和吁需要占上下两格，它们的发音分别是一、乌、吁。小朋友，你们学会怎么念了吗？收音机的形状就像声母 o， 右下半圆 o， o， o。波，站中上格，先写一竖，再写右下半圆，两笔写成波，波，波。
公主洗完脸，把盆子里的水泼了出去。水和盆子的形状，就像声母泼。右上半圆，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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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下格。先写一竖，再写右上半圆，两笔写成泼，泼，泼。两个士兵正在看守门洞，两个门洞连在一起，就像声母摸，摸，两个门洞，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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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格，先写一竖，再写一弯竖，然后再写一个弯竖，三笔写成摸，摸，摸。老骑士拄着拐杖在看佛，拐杖的形状变成声母佛，一根拐杖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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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上格，先写一弯竖，再写一横，两笔写成佛，佛，佛。我们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知识吧。波泼摸佛是四个声母，其中摸要写在四线三格的中间，而波泼佛需要各着两格，它们的发音分别是波泼摸佛。声母波泼摸佛的拼读，我们之前学了啊、哦、乌、吁六个韵母，还学了波泼摸佛四个声母。现在我要教大家如何让声母和韵母做朋友。声母和韵母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音节。你们看，声母波和韵母啊在一起，就组成了音节八，波啊八。在所有的拼音中，都是声母在左边，韵母在右边，千万不要弄反哦。只要把声母和韵母快速的连读，就是音节的发音。读的时候，声母波要读得轻短些，韵母啊要读得响亮一些。如果给韵母标上声调的话，读法上又会出现变化哦。波啊巴，波啊巴，波啊巴，波啊爸，爸爸的爸。注意第一个爸读第四声，第二个爸读轻声。如果把声母波换成了坡，声母坡和韵母啊就组成了新的拼音趴，坡啊爬，爬山的爬。摸啊妈，妈妈的妈。注意第一个妈是第一声，第二个妈是轻声。佛啊发，发现的发。佛舞
斧，斧头的斧。泼，咦，皮，皮球的皮。波，哦，波，波，哦，波。广播的播。摸，哦，摸，摸，哦，蘑，蘑菇的蘑。现在大家知道了吧？不管是改变拼音的声母还是韵母，它都会变成别的读音。声母和韵母组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新的音节。比如说，声母波和韵母啊，在一起就组成了音节八。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所有的拼音中，都是声母在左，韵母在右，可不要记混了哟。声母的、特、呢、了，左下半圆的、的、的、的占中上格，先写左下半圆，再写一竖，两笔写成的、的、的。大家在学习声母的的时候，要注意和前面学过的声母波区分开。左下半圆的、的、的，右下半圆波、波、波，攒柄朝下特、特、特、特，占中上格，先写竖右弯，再在第二线靠下一点的地方写一短横，两笔写成特、特、特。要注意的是，这一小横左边稍短，右边稍长些。大家在学习声母特的时候，要注意和前面学过的声母 f 区分开，攒柄朝下特、特、特，一根拐杖 f 佛、佛，一个门洞呢、呢、呢、呢，占中格，先写一竖，再写右弯竖，两笔写成呢、呢、呢。大家在学习声母呢的时候，要注意和前面学过的声母摸区分开，一个门洞呢、呢、呢，两个门洞摸、摸、摸，一根木棍了、了、了、了，占上中格，上格起笔画一竖，一笔写成了、了、了。声母呢和了的发音很像，我们千万不要搞混了。一个门洞呢、呢、呢，一根木棍了、了、了。的、特、呢、了是四个声母，其中呢要写在四线三格的中间，而的、特、了则需要占两格，它们的发音分别是的、特、呢、了。小朋友，声母的和韵母啊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哒。的啊大，大公鸡的大。
敌。的一地，地球的地。的俄德，得意的得。的无毒，读书的读。的误度，肚子的肚。声母 t 和韵母 i 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 t。t i t， 踢球的踢。t i t， 马蹄的蹄。t i t， 身体的体。t a t， 他们的他。特阿塔，宝塔的塔。特无土，土地的土。特兀兔，兔子的兔。声母 n 和韵母 i 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 ni。 n 以你，你好的你。呢以你，泥土的泥。呢啊那，那里的那。呢无努，努力的努。呢与女，女孩的女。声母 l 和韵母 u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 lu。 乐物路，马路的路。乐啊拉，垃圾的拉。乐啊喇，喇叭的喇。乐啊辣，辣椒的辣。乐玉绿，绿色的绿。乐乐乐，快乐的乐。乐以礼，礼物的礼。声母的和韵母啊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哒。声母特和韵母一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踢。声母呢和韵母一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咪。声母了和韵母乌组合在一起就是拼音噜。一只白鸽，鸽鸽鸽鸽，站中下格，先在中格写左半圆，然后竖左弯，两笔写成鸽鸽鸽。两只蝌蚪，蝌蝌蝌蝌，站中上格，先写一竖，左斜右斜一起写，两笔写成科科科。一把椅子，喝喝喝。喝站中上格，先写一竖，再写右弯竖，两笔写成喝喝喝。母鸡捉虫，鸡鸡鸡鸡，站上中下三格，先在中下格写竖左弯，再在上格点一点，两笔写成鸡鸡鸡。左上半圆，七七七七，站中下格，先写左半圆，然后中下格写一竖，两笔写成七七七。西瓜切开，西西西西，站中格，先写右斜，再写左斜，两笔写成西西西。歌科喝
鸡、七、西是六个声母，其中西要写在四线三格的中间，歌、科、呵、七占两格，而鸡则需要占上中下三格。歌、歌，鸽子的歌，歌、各，一个的个，歌、嘎，嘎嘎叫的嘎，歌、菇，蘑菇的菇，歌、鼓，打鼓的鼓，歌、故，故事的故，科、科，蝌蚪的科，科、壳，龟壳的壳，科、渴，口渴的渴，科、卡，卡片的卡，科、哭，哭泣的哭，科、苦，苦瓜的苦，科、裤，裤子的裤，喝、喝，喝水的喝，喝、哈，哈哈笑的哈，喝、胡，胡子的胡，喝、虎，老虎的虎，喝、户，护士的护。学习声母鸡、七、西拼读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声母鸡、七、西都不能和韵母乌组成拼音，但是它们和韵母吁在一起的时候，吁上面的两点要去掉，鸡吁居，七吁屈，西吁虚，小吁遇到鸡七西，去掉两点还读吁，鸡一鸡，大公鸡的鸡，鸡一吉，吉祥的吉，鸡一己，自己的己，鸡一季，季节的季，鸡与菊，菊花的菊，鸡与举，举重的举。这里小鱼遇到了鸡，要去掉头上的两点哦。鸡玉巨，巨人的巨。七一气，气球的气。七一七，七个小矮人。七一旗，国旗的旗。七一起，企鹅的企。七迂曲，弯曲的曲。七欲去，进去的去。这里小鱼遇到了七，要去掉头上的两点哦。西一西，西瓜的西。西一洗，洗衣的洗。西一戏，游戏的戏。西吁嘘，胡须的须。声母歌、韵母阿组合一起就是拼音歌，声母科、韵母阿组合一起就是拼音咔，声母呵、韵母阿组合一起就是拼音喝，声母鸡、韵母一组合一起就是拼音鸡，声母七、韵母一
组合一起就是拼音七。声母西、韵母一组合一起就是拼音声母歌和韵母啊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组成了拼音嘎歌啊嘎。像这样由两个音节组成的拼音就叫双拼音节。韵母呜也想要凑热闹，他从歌和啊中间挤了进去，现在他们三个变成一个新的拼音歌乌啊瓜。像这样由三个音节组成的拼音就叫三拼音节。在三拼音节中，中间的拼音我们称之为介母，声母歌在前面，要读得轻短些，介母乌在中间，读的时候快速带过，韵母啊在后面，要读得响亮些。歌乌啊瓜西瓜，地上有一个大西瓜。乐乌卧落滚落，西瓜滚落到了山下。科乌阿夸夸奖，兔小贝受到了夸奖。波乌阿花花朵，仙女奖励了一朵小红花给兔小贝。的乌窝多很多，小红花变成了很多的花。鸡阿家家人，兔小贝和家人在一起。七阿恰融洽，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歌卧过路过，兔小贝路过大商场。歌卧火大火，商场燃起了大火。歌卧扩扩音器，消防员叔叔用扩音器叫大家远离火场。七啊下下雨，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熄灭了大火。小朋友，现在你们知道了吗？上面出现的这些由声母、介母、韵母三部分组成的音节都叫三拼音节。声母歌和韵母啊本来是两个好朋友，他们并排挨在一起，但是韵母乌也想加入他们，就介入了他们的中间，成为了一个新的拼音歌乌啊瓜。歌乌啊瓜，像这样由三个音节组成的拼音就叫三拼音节。在三拼音节中，中间的拼音我们称之为介母。滋，我爱写字。滋滋滋滋，占中格，从左往右写，横折横，一笔写成滋滋滋滋，小小刺猬，滋滋滋滋，占中格，从右往左写左半圆，一笔写成呲呲呲呲。春蚕吐丝，丝丝丝丝，占中格，右上起笔，先做半圆，后有半圆，一笔写成丝丝丝。之滋加椅子，之之之。声母之的写法是，先在左边写上声母滋，再在右边写上声母
呵吱吱吱吃呲加椅子吃吃吃声母吃的写法是先在左边写上声母呲再在右边写上声母呵吃吃吃诗思加椅子诗诗诗声母诗的写法是先在左边写上声母思再在右边写上声母呵诗诗诗吃吃诗都是由两个音节组成小朋友书写的时候可不能把它们分开哟日嫩芽向日日日日日站中格先写一竖再加一个右小弯两笔写成日日日再读滋呲呲的时候要把舌头放平否则就读不出来了所以我们把滋呲呲叫做平舌音再读声母吱吃诗日发音的时候舌头要翘起来所以我们把吱吃诗日叫翘舌音昨天我们学习了平舌声母滋滋滋和翘舌声母吱吃诗日这七个声母都可以和韵母一组成整体认读音节。所谓的整体认读音节是指不用拼读直接认读的音节。滋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滋滋紫色葡萄滋滋滋整体认读音节滋和声母字的发音相同但比字读音长一些小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滋的四个声调分别是滋子子字之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之知一只蜘蛛知知知整体认读音节知和声母知的发音相同但比知读音长一些响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知的四个声调分别是知止止至呲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呲呲一个磁盘呲呲呲整体认读音节呲和声母呲的发音相同但比呲读音长一些响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呲的四个声调分别是呲词此次吃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吃吃大口吃饭吃吃吃整体认读音节吃和声母吃的发音相同
但比吃读音长一些，响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吃的四个声调分别是吃、迟、齿、翅。思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思。思，漂亮丝带，思，思，思。整体认读音节思和声母思的发音相同，但比思读音长一些，响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思的四个声调分别是思、死、死、四。诗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诗、诗。一个时钟诗、诗、诗。整体认读音节诗和声母诗的发音相同，但比诗读音长一些，响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诗的四个声调分别是诗、时、始、是。日和一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日、日、一轮红日、日、日、日。整体认读音节日和声母日的发音相同，但比日读音长一些，响一些，不能拼读。整体认读音节日的四个声调分别是日、日、日、日。平舌音 z、c、s 和翘舌音 z、c、s， 不管是读法还是写法都很像。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吧。z、z、c、c、s、s。z 无足，一个足球，足。足，足。枝无竹，一片竹林，竹，竹，竹。资额则，做出选择，则，则，则。知额折，学习折纸，折，折，折。资乌卧坐，书写作业，坐，坐，坐。支乌窝捉，捉住坏蛋，捉，捉，捉。资，节约资源，资，资，资。只，一只兔子，只，只，只。字，书写汉字，字，字，字。治，医生治病，治，治，治。呲啊擦，擦干眼泪，擦，擦，擦。吃啊叉，一副刀叉，叉，叉，叉。粗乌粗，粗心大意，粗，粗，粗。吃乌出，走出大门，出，出，出。粗恶测，一本手册，册，册，册。丝，春蚕吐丝，丝，丝，丝。狮，一只狮子，
诗，诗，诗。四，四个圆圈，四，四，四。柿，一个柿子，柿，柿，柿。日饿，热，天气炎热，热，热，热。日雾，入，进入房间，入，入，入。日卧，若，身体弱小，弱，弱，弱。日，一轮红日，日，日，日。平舌音 z、c、s 和翘舌音 z、ch、sh 虽然读音很像，但它们声母的发音部位一前一后是完全对立的。比如读 z 时，舌头平伸，滋滋滋；而念知时，舌尖要翘起，知知知。嗨，小朋友，和我一起念一遍：滋滋滋，知吃诗。一是声母，一是韵母，乌是声母。乌是韵母，它们虽然读音相同，用法却完全不一样。一，一件衣服，一，一，一。声母一占中下格，先写右斜占中格，再写左斜占中下格，两笔写成一，一，一。要注意的是，声母一的上面部分要碰线，而下面部分不要碰线。一 o u a u 的 u， 一 a 鸭，鸭子的鸭，一 a 牙，牙齿的牙，雅，优雅的雅，亚，惊讶的亚。声母一和韵母一组合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一，一，一把椅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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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的衣。疑，疑问的疑。椅，椅子的椅。翼，后翼的翼。声母一和韵母吁可以组成整体认读音节。吁，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声母及其息不能和韵母乌拼读，但是在与韵母吁拼读时，要去掉头上的两点。声母一也和及其息一样，在和声母吁做朋友的时候，要去掉头上两点。吁，一根羽毛。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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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淤泥的吁。鱼，小鱼的鱼。雨，下雨的雨。遇，遇见的遇。声母一和韵母呃组合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耶，耶，一片树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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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的椰。爷，爷爷的爷。野，野人的野。夜，夜晚的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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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中格，斜下斜上一笔写，斜下斜上一笔写，两笔写成呜，呜，呜。呜啊，哇，挖洞的挖。
乌啊娃，娃娃的娃，乌啊袜，袜子的袜，乌窝窝，鸟窝的窝，乌我我，我是兔小贝，乌卧卧，卧倒的卧。要注意的是，声母乌和韵母阿依吁都不能单独组成拼音，但是它能和韵母乌组成整体认读音节乌。一只乌龟，乌乌乌乌，乌鸦的乌，乌。五，蜈蚣的五，五，五个的五，误，错误的误。一，乌是两个声母，其中乌占中格，写在四线三格的中间，而一占上下两格，它们的发音分别是一乌。所谓的复韵母就是两个韵母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韵母，韵母啊和一在一起就是复韵母 i。 在念复韵母 i 的时候，先发啊的音，然后逐渐向一滑动，一口气发出 i i i 在一起 i i i。与单韵母一样，复韵母也有四个声调， i 的四个声调分别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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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 i 开，开门的开， u i y， 歪斜的歪， b i 白，白菜的白，吃爱菜，白菜的菜，喝矮孩，孩子的孩，喝矮海，大海的海。复韵母 i 除了能和声母组成音节外，还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音节 i。唉声叹气，矮，白雪皑皑，矮，小矮人，爱，爱护环境。小朋友，学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复韵母要如何标调呢？别急，听了这首儿歌就知道了。有啊在，把帽戴，啊要不在，哦呃戴，要是一屋一起来，谁在后面给谁戴。如果把复韵母 i 中的啊换成呃，就变成了一个复韵母 a。 在念复韵母 a 的时候，先发呃的音，然后逐渐向一滑动，一口气发出 a， 所以 a 的声调应该标在 a 上面。 a 四个声调分别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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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喝 a 黑，黑夜的黑， for a 飞，飞机的飞，摸哎梅，梅花的梅，勒哎雷，打雷的雷，波哎北，北京的北，摸哎美，美丽的美，波哎背，被子的背，勒哎泪，劳累的累。左边是乌，右边是一，就是复韵母 v。 复韵母 v 实际上是韵母乌和复韵母 a 组合在一起，
但是为了书写简便，就把中间的呃省略了。在念复韵母 v 的时候，先发u的音，然后逐渐向 a 滑动，一口气发出 v v 漂亮围巾 v v v， 所以 v 的声调应该标在一上。v 的四个声调分别是 v 为尾喂，吃微吹，吹泡泡的吹，特微推，小推车的推，科为葵，葵花的葵，科为回，回家的回，滋为嘴，嘴巴的嘴，诗为水，河水的水，的为对，对错的对，思为翠，翠绿的翠。要注意的是 I 和 A 可以单独给汉字注音，而 V 却不可以。复韵母就是两个韵母的组合，比如韵母 A 和 E 在一起就是复韵母 i， 在念复韵母 i 的时候，先发 a 的音，然后逐渐向一滑动，一口气发出 i。如果把复韵母 i 中的 a 换成 a， 就变成了一个复韵母 a。在念复韵母 a 的时候，先发 a 的音，然后逐渐向一滑动，一口气发出 a。如果左边是 u， 右边是一，就是复韵母 v。 在念复韵母 v 的时候，先发 u 的音，然后逐渐向一滑动，一口气发出 v。 左边是 a， 右边是 o， 就是复韵母 o。 在念复韵母 o 的时候，先发 a 的音，然后逐渐向 o 滑动，一口气发出 o。嗷，一件棉袄，嗷嗷嗷，所以嗷的声调要标在啊上面。嗷的四个声调分别是嗷嗷嗷嗷，鸡一嗷小，小猫的小，摸嗷猫，小猫的猫，波凹包，书包的包，诗凹勺，勺子的勺，一凹摇，歌谣的谣，乐凹老，老人的老，丝凹草，小草的草，坡一凹票，漂亮的票，波奥抱，拥抱的抱。复韵母 o 除了能和声母组成音节外，还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音节。 o 凹凸不平，熬熬碗鸡汤，熬棉袄很厚，奥奥运会。左边是 o， 右边是 u， 就是复韵母 o。 在念复韵母 o 的时候，先发 o 的音，然后逐渐向 u 滑动，一口气发出 o o， 海鸥海鸥 o o o， 所以 o 的声调要标在o 上面。 o 的四个声调分别是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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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 o 兜，肚兜的兜，特 o 偷，小偷的偷，
特偶头，投降的头。乐偶楼，楼梯的楼。施偶手，手机的手。歌偶狗，小狗的狗。科偶扣，扣子的扣。一偶右，右边的右。复韵母 O 除了能和声母组成音节外，还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音节。O 一只海鸥。偶木偶奇遇记。左边是一，右边是乌，就是复韵母 U。复韵母 U 实际上是韵母一和复韵母 O 组合在一起，但是为了书写简便，就把中间的 O 省略，在念 U 的时候先发一的音，然后逐渐向 O 滑动，一口气发出 U。 U 鱼儿游水， U U U。 所以 U 的声调应该标在乌上面。U 的四个声调分别是 U、有、有、又。得又丢，丢弃的丢。西又修，修理的修。呢有牛，奶牛的牛。漆油球，篮球的球。乐油柳，柳条的柳。呢油扭，纽扣的纽。乐又六，六个的六。西又绣，绣花针的绣。注意哟，复韵母 U 也不能单独给汉字注音。在念复韵母 O 的时候，先发 A 的音，然后逐渐向 O 滑动，一口气发出 O。 在念复韵母 O 的时候，先发 O 的音，然后逐渐向 U 滑动，一口气发出 O。 在念 U 的时候，先发 E 的音，然后逐渐向 O 滑动，一口气发出 U。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复韵母 A， 如果把 A 反过来，就会变成另一个复韵母 耶。 在念复韵母 耶 的时候，先发 一 的音，然后逐渐向 a 滑动，一口气发出 耶。 耶椰子好吃，耶耶耶。给复韵母注音的时候，啊要不在 o a 带，所以耶的声调应该标在 a 上面。耶的四个声调分别是耶、耶、也、耶。波耶憋，憋气的憋。西也写，写字的写。波也别，告别的别。的也蝶，蝴蝶的蝶。七也茄，茄子的茄。鸡也姐，姐姐的姐。注意，第一个姐是读第三声，第二个姐是读轻声。特也铁，铁丝的铁。摸也灭，消灭的灭。勒也列，列车的列。复韵母耶不能单独给汉字注音，左边是吁，右边是阿，就是复韵母约。在念复韵母约的时候，先发
吁的音，然后逐渐向阿滑动，一口气发出约约，一轮明月约约约。阿咬不在哦阿带，所以约的声调要标在阿上面。约的四个声调分别是约、约、约、月。西约靴，靴子的靴。约在遇到声母鸡、七、西、一的时候，也要去掉头上两点。西约学，学习的学。西约雪，雪花的雪。乐月略，省略的略。七月雀，喜鹊的雀。此外，复韵母约还能合一组成整体认读音节约。同样的，这里的小鱼遇到了一，也要去掉头上的两点。约不能拼读，约约会的约，月月亮的月。复韵母约不能单独给汉字注音，左边是阿，右边是日，就是复韵母儿。儿是特殊韵母，不能和任何声母相拼。复韵母儿的念法和阿很像，但是在念的时候，舌头要往上卷。儿，儿，耳朵，耳朵，儿，儿，儿。阿要不在哦阿带，所以儿的声调要标在阿上面。儿的四个声调分别是儿、儿、儿、儿。儿不能和声母相拼，只能单独给汉字注音。儿，儿童的儿。二，二胡的二。耳，耳朵的耳。耶、约、儿是三个复韵母，其中儿占中格，耶和约占上下两格，它们的发音分别是耶、约、儿。小朋友，你们学会了吗？念一遍试试看吧。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单韵母和复韵母，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鼻韵母。我们都知道呢是鼻音，所以凡是含有呢的韵母都叫鼻韵母。安、恩、音、温、晕。发音时舌尖起主要作用，所以叫前鼻韵母。韵母啊和声母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前鼻韵母安。安，天安门前安。安，安，安的四个声调分别是安、安、俺、按。乐安蓝，篮球的蓝。乐安男，男孩的男。韵母阿和声母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前鼻韵母 n。 n 手按门铃 n。 n n n 的四个声调分别是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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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乌恩文，文字的文。波恩本，作业本的本。韵母一和声母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前鼻韵母音。音，树阴乘凉。音，音，音。
音的四个声调分别是音、银、隐、印。乐银林，树林的林。韵母乌和声母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前鼻韵母温，温，蚊子飞来，温，温，温。温的四个声调分别是温、闻、稳、问。歌文滚，翻滚的滚。丝文笋，竹笋的笋。韵母吁和声母呢组合在一起，就是前鼻韵母晕，晕，一朵白云，晕，晕，晕。晕的四个声调分别是晕、云、云、韵。晕只能和声母鸡七西一组成音节，在和他们做朋友的时候要去掉头上的两点。鸡韵骏，骏马的骏。七云裙，裙子的裙。西韵勋，勋章的秀。含呢的韵母都叫鼻韵母，其中安、恩、音、温、晕发音时舌尖起主要作用，所以叫前鼻韵母。它们的发音分别是安、恩、音、温、晕。前面我们已经学了安、恩、音、温、晕五个前鼻韵母，今天我们来学习四个后鼻韵母。ang、ng、ing、ong 发音时舌根起主要作用，所以叫后鼻韵母。在前鼻韵母 ang 后面加上声母 g， 就是后鼻韵母 ang 了。ang、昂首挺胸。昂昂昂昂的四个声调分别是昂昂昂昂。歌昂刚，水缸的缸。一昂扬，山羊的羊。七一昂枪，手枪的枪。在前鼻韵母 n 后面加上声母歌，就是后鼻韵母嗯了。嗯，一盏台灯。嗯嗯嗯。嗯的四个声调分别是嗯嗯嗯嗯。吃嗯城，城堡的城。在前鼻韵母音后面加上声母歌，就是后鼻韵母鹰了。鹰，一只老鹰。鹰，鹰，鹰。鹰的四个声调分别是鹰、影、影、应。乐营铃，铃铛的铃。特营停，停止的停。韵母 o 加上呢，后面跟上一个歌，就是后鼻韵母 ong。 ong 小小闹钟。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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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四个声调分别是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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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g。吱翁钟，闹钟的钟。吃翁虫，虫子的虫。蜥蜴翁熊，熊猫的熊。今天我们学习了四个后鼻韵母 ng、ng、ing、ong， 在发这四个音时舌根起主要作用，
它们的发音分别是 ang、ang、ing、ong、an、ang、en、ong、in、ying、yun、ong。波岸半，一半的半。波岸棒，木棒的棒。摸岸馒，馒头的馒。摸岸芒，芒果的芒。佛岸烦，烦恼的烦。佛岸房，房间的房。吃岸颤，颤抖的颤。吃岸唱，唱歌的唱。歌屋安关，关门的关。歌屋安光，光明的光。泼盆盆，水盆的盆。泼盆朋，朋友的朋。分恩分，分开的分。分恩风，风筝的风。施恩身，身体的身。施恩生，生日的生。波音宾，五彩缤纷。波音宾，冰河世纪。波银贫，贫穷的贫。波银瓶，酒瓶的瓶。基因金，黄金的金。基因精，精神的精。七银琴，弹奏钢琴。七迎晴，天气晴朗。西阴心，爱心的心。西阴星，星空的星。的温敦，蹲下的蹲。的翁冬，冬天的冬。特文屯，海豚的豚。特儿童，儿童的童。乐文轮，轮胎的轮。乐龙龙，龙王的龙。前鼻音是以呢结尾的，如安、恩、音、温；后鼻音是以嗯结尾的，如昂、嗯、嗯、音。前鼻音的音节比后鼻音的音节多，发音时嘴巴接近合拢的是前鼻音，嘴巴完全张开的是后鼻音。比如前鼻音安，后鼻音啊。一乌安，手牵手走在了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鸳鸳，一只鸳鸯。鸳鸳鸳。鸳是整体认读音节，不能拼读。鸳的四个音节分别是鸳、圆、远、愿。鸳，一只鸳鸯。圆，一个圆圈。远，遥望远方。愿，许下愿望。一和音手牵手走到了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音音，按个手印。音音音，整体认读音节音和前鼻韵母音发音相同，不能拼读。音的四个音节分别是音、银、隐、印。音，声音好听。银，
一块银子。引，一条蚯蚓。印，心心相印。一和晕手牵手走在了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晕。晕，蓝天白云，晕晕晕。整体认读音节晕和前鼻韵母晕发音相同，不能拼读。晕的四个音节分别是晕、云、允、韵。晕，脑袋晕晕。云，一朵白云。允，允许答应。运，运气真好。一和鹰手牵手走在了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鹰。鹰，一只鹦鹉。鹰鹰鹰。鹰和后鼻韵母鹰发音相同，不能拼读。鹰的四个音节分别是鹰、影、影、硬。鹰，樱桃好吃。迎，迎接新生。影，一个影子。硬，石头坚硬。同时，我们也已经学完了所有的拼音。在汉语拼音里，一共有23个声母。六个单韵母。九个复韵母。五个前鼻韵母。四个后鼻韵母。学会了这些拼音，以后就能拼读所有的汉字了。呵呵，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们已经学完了所有的拼音了。拼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小朋友们，你们要记得经常复习哟。